将阮的心肝藏在你的手内，你感觉甲阮我看卖，不免什么誓言，不惊任何阻碍，若有你就有全世界。过去袂去陪伴你，不管心爱你到未来，爱到未来，无论是海角天涯，啊，有你的所在，就有我幸福的门牌。另外，我查的那个人，我已经查到了。那个叫阿海，其实是道上一个刚出来的少年啊，招鬼佫不只好混。伊甲江金泉确实有影有往来。真正好有条。好，我知。那个，这边讲会也准备好，后日暗时啊，一场交钱，一场交会。好，你甲会准备者。小弟不知道是哪位在寻求你，你若是讲得出来，我随拜一道给你提示。拜道，唔叻。咱以后无甚物交叉啦，无你今仔全工走来遮找我，有甚物代志，你直接讲。好，我就直接讲。我有一个温情人想要见你。你有温情人想要见我？我敢有在寻求伊？伊是啥？见面你就知。我想要知影伊是啥物人，伊甲听好清楚，伊就是周氏企业的陈必川陈董事长。陈董事长是我的救命恩人，你若是肯好好配合，回答伊的问题，就算我欠你一个情。你若是唔肯配合，就表示讲你看我乌龙无顶。陈董，你今麦是要安怎？我唔是要来解决温暖。我是要来找你讲一笔买卖。好，咱礼拜来再谈。小林进前，你今仔去找秋美来秋瑶姐妹来麻烦，三人过去做。我知影，你是收人的钱，替人来办代志，偏偏是做买卖，别人会当给你钱，我嘛会当给你。这不是钱的问题，是道义的问题。好。你守道义，我嘛袂为难你。
其实你唔讲，我嘛知影是啥物人指使你做的。要探听这种代志，对阮来讲并不困难。今仔日来找你，只是为着要确定一下。其实你无需要讲出是啥物人指使你的，只要点头还是摇头都会用的。安尼并不算是你讲出来，对无？安怎？你知阻挡我甲秋美小人的，是不是江金忠？阿海，你拄则答应过会小心哦。我讲问一遍，用尽各种的办法阻挡我甲我查某囝小人的，是不是江金忠？小姐，是不是阮某来找你？林太太，我是毋捌见过，嘛毋捌联络过。阿母江斌怎啊？实在无道理阻挡恁爸阿囝治病，所以我认为另外有人来主事。你唔在？小玉个文化，我怪你冷冷酷，因归火车也要防小姨，还过一届。你走去遐市场去找恁的麻烦，是不是秋美叫你做的？真是秋美所使的。陈秋美是陈北川的查某囝，我若是让伊知影，伊家己的查某囝是这尼啊心怀手啦，万一伊若见笑当生气，安尼对我也无好处。你讲啊，是不是秋美叫你做的？不是，既然不是，你是安怎考虑这么久才回答？我只是好奇，一个做老爸的人，哪会去怀疑家己的亲生查某囝？你不免管这么多，我再问你，既然不是秋美指使你做的，也若无是啥物人？龙大，你拄则讲过，我不免讲出人名，你若是约会到，我只要点头也是摇头就好啊，敢不是？我只是好奇，一个做老爸的人，哪会去怀疑家己的亲生查某囝？不是足欢喜去拍球，安尼结一个面啊？对啦，啊你去吼，遐尼侪工才转来，是毋是发生啥物代志？哦，有要紧无哈？跟我起来做吧，我有话要问你。阿叔啊！来啊！我爱温顺，不准你和人起来聊天。两球必须要这么赶快吗？我讲不准你回来。松开，你莫讲话啊！
我甲秋雨还有小林进前，你是不是叫金山有找一挂路马去对付伊？我哪有可能做这代志？你哪会怀疑我？再问，咱是阿母，无论你做过什么代志，只要你老实讲，我拢会原谅。 是你做的，王爹啊！因为我无想要，互恁爸仔囝惜你，因为伫你的心肝内，你只有王金秀。你敢知影？这么侪年来，我的日子是安怎过？我心肝内艰苦，有啥人知影？是我做啥代志啊？ 做出一间卑鄙的手段，来对付秋美，甚至你连秋玉嘛无要放伊煞。蔡文，你的个性真善良，你不应该安尼做的。因为我无想要让恁大人给你抢走，所以我阻止秋美你来等架。所以你就甲金山合作。 想做迄款恶毒的手段来对付秋美甲秋玉，甚至连文化嘛无要放伊煞。我无。你无？你的意思？这拢是金钻的主意。无理由安尼做，伊无理由伤害我查某囝。伊有理由，伊绝对有理由，因为。什么？干嘛？ 是不是因为有你什么歹代志拢做会出来？你唔通想讲我看袂出来，我嘛是查甫人。金钻早就爱你，伫咱结婚的进程，伊就爱你，所以伊伫咱厝内，老天爷媳妇咪想要保护你。 过来边，我想要甲伊调去国外分公司做总经理，互伊掌握分公司。伊拢唔答应，伊就是想要踮咧你的身躯去保护你着。你拢知影？你知影啥？我知影，我知影，秋美。 是你想尽办法要对付伊的，也不管为了解，你是安尼连秋玉、甲文化拢要对付的，甚至要让秋玉死的。我无要让秋玉死，我无可能安尼做啊！不可能安尼做，那安尼你的意思是金山大主大义要安怎？伊是安怎要安怎做？你先来回答我，是不是虽然你嘴里讲？ 你无对付秋玉，也毋过实际上，甲秋玉甲文化，怪你的冷冻库，都是你的主意。国宝，别说我绝对无，我会用手抓，真正我会用手抓。啊、最毒妇人心。 叫你利用股票，甲公司放空，啊！你就讲有啥物危险，去惊恁老爸知影无？所以唔经签字，今朝你看，规个钱唔是拢下入你袋底啊？
我今仔日含你讲股票的代志，啊，你哪讲心讲心啊？我伫咧想，阮爸去台中拍高尔夫，那其他尔侪工，可以嘛拢无回，干嘛有淡薄仔奇怪？嗯，啊，这有啥物好奇怪啦？即摆公司有你，佮有我伫你的身躯边咧协助，伊若有啥物通烦恼的，等到时吼，伊出去算愈久，对咱都愈有利啦。<笑>总经理，哎。 要你瞒咱无爱行动食物啊！总经理，是嘞啦，因为拄只董事长夫人，伊足着急，敲电话来讲，董事长伊昏倒啊，所以我才，阮爸伊昏倒啊。阿姨，恁哪会安尼？阮爸爸真无简单，才有时间欢欢喜喜去度假。 是安怎一直在你度改弯？你到底是伫咧玩啥？搁会去甲昏倒？是安怎做人的宝贝？小美，就算恁采用人，伊搁教咱毋对，嘛是你的事大。讲话应该要有责任。彩云，别传这么啥物情形啊？是，我向赛金妈呐。董事长的计划比顶回搁较严重。哪安尼？敢是重要的现象，请教我入来。 董事长，爸，别出来！董事长，我已经尽全力救回伊的性命，但是董事长伊完全分袂不清。那安尼，医生啊，你一定要想办法，甲别川救的精神，你一定要尽力啊！救人是阮做医生的责任，但是，讲实的，我无办法了解伊什么时阵会清醒过来。刚刚，伊一世人就安尼啊。 就算讲伊清醒，但伊对待中风的人，伊所有行动拢真无方便，需要人来甲照顾。北川，北川，你清醒了，你清醒了，莫讲我一个，你清醒了。 蓝碧川总算是倒落去啊！即马就是我要落款的时阵啊，刷落来要拄着的人应该就是。蓝碧川，蓝碧川。彩云啊，即马毋是艰苦的时阵，伊都较坚强的。蓝碧川倒落去啊，伊都要经过掉，就是企业，嘛是要继续经营落去。 敢毋是？无毋对啦，阿姨，就是企业是爸爸的心血，咱袂用因为爸爸倒落去啊，就艰苦到啥物拢袂做啊。等到咱即马爱赶紧安排一个新的领导者，通好公司会当继续经营运作啊。小美讲了无毋对，所以我准备两天后要召开临时董事会，提出人选，代理董事长。要春即马是暂时昏迷呢。 你两个即个时阵就找人代替伊哈？阿姨，你唔通误会啦，即摆唔是要代替爸爸，只是帮爸爸继续经营公司，等到伊醒，病人好，董事长的位也是爸爸的啊。小美，你咧讲都唔对啊，董事长的位，无可能搁让陈碧川坐啊，以后董事长就是我，江金泉。 你无听唔对，以后董事长就是我，江金泉，恁早就应该想到啊。陈碧川昏迷，要有啥有这能力，会当让周氏企业继续运作？当然是我啊。所以两天后临时董事会，恁就乖乖给我做代理董事长。我是绝对无可能让你做代理董事长。 我嘛共款，江副总，你爱知影。第一，我是总经理，职位比你较悬。第二，我是董事长的亲生查某囝，无人比我含董事长讲较亲。第三。
当处长要当大家面头前宣布，我才是就是企业唯一的接班人。你是你笑啥？我笑你太过天真啊！你也知影，我自老董事长时代，都伫咧就是企业咧做，论我的经历，我的经验，全公司无人比我较侪。就连你这个无底家老爸，也对我袂着。免甲我气啦！啊，不过你放心啦，就算我做董事长，我尊重你的话，嘛是同款会留予你坐。但是你爱乖乖听我的话，啊，若无，你知影我应该安怎对付你啦？我即马袂用改硬拄呢，爱替妈妈报仇，爱甲这只老狐狸拄掉。上好的办法，就是唔通甲伊正面冲突。好，只要你保证，你会照你拄只所讲的话去做，总经理的位同款给我坐，我就支持你做代理董事长。秋美，你妈妈只是暂时昏迷呢，你哪会安尼做？阿姨，这是母子为准的。搁再讲，咱即马确实需要一个好的领导者，公司才会当继续经营啊。巧，看到你涉事无，搁听我分钟，我甲你讲一件重要代志。什么代志？虽然你老爸公开讲过，就是企业甲伊的财产，你是唯一合法的继承人，但是真侪年前，伊甲遗嘱早就立好啊。啊，遗嘱顶头是毋是要甲全部财产互彩云？伊真是留一寡要互同齐是找无的查某囝，这谁都唔知影。那呢？微笑伫倒位啊？除了同齐时，伫个现场的律师团以外，无人知影。但听讲是下伫个银行的保险箱。啊，若在一间银行，何必偌济？敢恁老爸知影尔。林彩云，伊嘛唔知。啊，唔过我爸伊即摆昏迷，我是要安怎找出叶后辈咧？你放心啦。只要你听我的话，我会想办法把何贝找到。好，我相信你会把这件代志处理好势。那呢，我即马有回去准备召开临时董事会的代志。秋美，你明天安怎做？你的心若是不肯留，总是有真多理由做借口。你的人啊，若是要走。是我，你是我一生的依靠。我即马有回去准备召开临时董事会的代志。秋美，你明天安怎做？你来创啥？你若敢破坏我的代志，我绝对袂放你耍。你威胁我？我不是威胁你，我只是提醒你，我只能办我的代志。你到底要支持我做董事长，还是支持秋美啊？你家己好好考虑一下。听讲，这侪年前，阮爸爸有写过一份遗书，是无？无唔对，我是当时的鉴定律师。那呢，你一定看过迄份遗书的内容了。
迄威胁内容到底是写啥物？对公司，还佫有个人的财产，甚至是经营权，是安怎来做分配？真歹势，这我袂当甲你讲。我是阮爸爸唯一的查某囝，是安怎袂用甲我讲？因为这是我职业责任，还佫有伦理。啊，毋过万一阮爸爸若过身，安尼是要安怎？我当然无希望阮爸爸过身啦，啊，毋过什么代志拢爱做上歹的拍算啊，所以我想要知影迄份威胁的内容。等到陈董事长真正罢年了后，律师团自然将威胁提出来。听你安尼讲，你嘛知影迄份威胁是放伫倒一间银行的保险箱甲后背咯。陈小姐，真歹势，我无可能甲你讲威胁放伫倒位，啊，佮后背是啥物。你这个人哪这么固执啊？因为我是律师。这张机票，请你收来。大小姐，请你别侮辱你家己，还有我的人格，我是无可能接受乌西。真歹势，若是无其他代志来讨论，那我先失陪啊。看起来。只好找徐彩凤合作。就是关于一千七，但是对着中华人，伊所有行动拢正无合理，需要人来甲教。是我对不起你，我把你害个魂不起，是我害你，你变个安尼是我害你。你的幸福，你保护你着。就是今天本来就是你老爸，我有爱过你知无？是陈振川用无正当的手段夺取的。那安尼，你的意思是金泉大主大义要安怎？我若死，都无人知影你的相片。伊是安怎要安尼做？我求你帮我锁好不？我帮你锁，下面帮我锁。万年就当。心中好，搁较怕人发新冠的。我唔敢希望爬出来当原谅我，啊，不过这种生活，我是要哪过咯？我即马逐天受到金钻的折磨。这种生活我袂搁再过了，我袂，我袂。我袂受到金钻的折磨，我爱对得起别人。改团。
开始就无人跟你作对啊，敢不是嘞？阿姨，即摆什么时阵啊？你还搁咧计较咱的文婉？就算讲咱有搁较侪文文婉婉，啊，不过咱总是一家伙啊。我从来都唔捌想你，跟你是一家伙啊。阿姨，我知影你对我有偏见，我嘛会当理解你对我的不满。啊，不过即摆爸爸破病，还搁昏迷不醒，是不是？病了，请你稍微困一下，为阮爸爸小忍耐的。要若无就是气焰，就会变作江氏气焰吧。你无把我看作是一家伙也不要紧，啊，不过就是气焰，是老董事长，还搁阮爸爸拍拼奋斗留落来，敢讲你会甘愿？双手送给江金泉，我当然不甘愿，我不甘愿。阮爸爸在世，辛辛苦苦所创立的公司，竟然败在我的手头，我无法度对付江金泉，所以我只好以死来赎罪。阿姨，四季多强。是袂当解决代志的，你敢知影？爸爸倒落去了后，江金泉伊趁这个机会，一直伫咧威胁我。我一再忍受伊的欺负，忍气吞声活落来是为着啥物？我安尼委屈求全，也毋是为着要保护爸爸拍拼所留来就是企业。我毋相信。你会听金泉的话，就表示恁两个人是同款，有野心甲气度。你原来是想要做董事长，甲这下规个酒席气焰。我还用个酒泉，我若真是有野心，甲江金泉两背为干，我出门会去学车弄死。丫头三笑有心明，我讲的句句拢是实在话。小姨，你讲，怕好俩才亲兄弟，何况我算起来嘛是你的查某囝。虽然过去我对你做出真侪不敬的代志，啊，不过爸爸即马破病，而且有性命的危险，就是企业嘛有让人抢走的危机。伫个这个时阵，是不是应该请你莫阁计较咱的恩怨，等到咱应该好好合作对付江金泉才对啊？阿姨，除了爸爸以外，你是我上亲的人。爸爸这次破病，我感觉我家己足孤单的，我足惊吓的。啊，不过我想着我还有一个妈妈。阿姨，请你看着爸爸的面子，接受我这个查某囝，好不好？我保证，我酒泉以后我会好好听你的话，袂讲妄言你。我会把你当作是我家己亲生妈妈同款就好。是不是已经接受我？阿姨，我真欢喜的，你总算是接受我。只要咱同心，咱就唔惊江金泉安怎对付咱啊！阿姨，我现在巴肚真痒，
一点物件给我吃。是不是安尼摆，你感觉无好？袂啊，安摆了偌舒适嘞哦。我是感觉讲哦，这早顿咧赚无偌济啦。哦，咱着拼到安尼辛苦着，其实咧等等的哦。俊杰，我知影你心肝内咧想啥。你想讲咱有困难，会当去找爸爸。你安尼想嘛无唔对啦。要毋过你袂认为讲，你若是咱靠家己打拼，日子会较有意义。我是讲，你想看卖，文华为着我，走去外兰这么远的所在做工课。虽然讲伊有留一笔生活费，也毋过，咱嘛应该做一寡小生意，加减啊赚啊。加减啊赚小生意，我知影啦。你做迄个未识爬哩咧。我是讲哦，生意若要做吼，咱就拉一个较大嘞，对唔？海产店甲弄落去，对唔？迄个路诶，回收真紧。咱哪有这么多本钱啦？哪会无？500万开不完的啦。500万？俊杰，嗯，都未来500万。你，好啦好啦，既然讲闹高啊吼，我就卖阁暗卡啦，叫做等等来啊。那，邮票带一张500万的支票去啊。爸爸。哎，就烦恼你生活艰苦，你心内唔甘啦。啊，这支票要摕给你，你又搁无可能来收，而且交代这张支票给我保管。爸爸对我实在真好，要唔过这钱袂用来收啦。啊，我去钓鱼哦，要还伊啊。哈？还要还伊哦？免啦，咱先来借用一下嘛。哎，你怎么对爸爸呢？啊，恁爸爸钱遐尼多，500万给查某囝开嘛无够多啊。俊杰。那就再讲啊！这是要还伊哦。啊，即摆这张500万，比哥哥佫较无路用。我是做护理，做护理。哎，大家请坐，请坐。这个董事会是江金泉要开的。那还袂看伊个人，伊搁你个病衰吗？各位歹势，我大家等较久。今仔个会，咱毋着要开始啊。今仔这个会议是伫两当前，我通知大家，所以我来主持。各位董事。相信大家拢知影，董事长今仔日病已昏迷。大人来讲，国不可以日无分。一间公司嘛是同款，为了要就是企业正常运作，我只有超越我家己的权利，来召开这个临时董事会。希望透过各位董事，会当推选出一位代理董事长，继续来带领公司。金总啊，这属义勇军人，老人又搁周全。你心中有什么失重因素无？吴坤生，出去！你无法定的资格。各位董事，洪先生虽然无董事的资格，要搁算起来，伊是周氏企业员哦。较早对公司嘛有真侪贡献过，但公司是即马无人带头的情形下。咱是袂当听看卖，伊有啥物高见？各位，虽然我甲陈伯川有过节，啊，不过这间公司是我甲周老董事长的心血。假使若因为陈伯川破病，这间公司无倒去，我嘛会足心痛。所以即摆我愿意放弃个人成见，向老的推荐一位有能力、有经验的人。来担任代理董事长的职位，
这个林帅就是江金蛇先生。我反对，江金蛇伊无过分。各位，我爸爸伊只是暂时昏迷，并不是死亡，而且伊即马有医生伫咧治疗，我相信真紧就会当出院啊。即马特别推选这个代理董事长，敢袂伤早啊？无唔对，董事长伫咧病院，还伫咧治疗。也毋过医生有清楚表示过，董事长个精神嘛是袂讲话袂振动，亲像即款个人，要怎继续做董事长，继续蹲咧公司？医生是有安尼讲无对，啊毋过迄全部拢是推测个，而且就算讲真实变到安尼，你嘛至少互阮爸爸一段时间，等到伊确定治疗无效了后，再来推选这个代理董事长嘞。各位董事，若要等董事长回复，再阁选迄嘛无紧。但是各位真清楚滴嘞，生理流逐天咧变化，毋是咱会当按算。所以我希望，咱今若要推选出代理董事长，即马就进行表决。各位认为怎办？赞成江金泉担任代理董事长的人，请举手。你的心若是不肯留，总是有真多理由，最少靠你的人是我，你是我一生的依靠。赞成江金泉担任代理董事长的人，请举手。我知影，报告董事长夫人、总经理、副总，还佮有各位董事，拄则病院打电话来讲，董事长的人已经清醒啊。请过来啊！这个表示爸爸会愈来愈好，我相信只要继续治疗，爸爸一定真紧就会当完全好起来啊！秋美也讲无唔对，只要继续一直治疗，当初对袂已经切好起来。无前伊敢听出别人讲话，家己是我着讲话。为着伊个病，我着会派一个非常专业的护士来甲照顾。医生，多谢你。董事长夫人，我想要先去买一挂穿了纸尿布、甲护肝的物件。好啊，阿孙你带去。我病院也无代志，我先过去。刘医生，我上。刘伟，你拄在一个董事会，破坏咱正常约束，我都要找伊算账嘞，你有要走吗？真歹势，我送刘医生离开了后，搁要去公司报应，我即马无时间甲你讲这。请。你拢听我，你得紧好起来，爱紧好起来哦。你先冲下。这句话应该是我问的。我你即摆是安怎？你头壳电线啊？你竟然无听我的话，我让邱美莲啊，无要给我做代理董事长，啊？你叫啥呢？我都无法做啊！以前我甲我想清楚，若甲我逼掉，我绝对会甲遐兄弟切出来。麦伫遐讲这，咱来内面讲。直接就讲就好啊，咱就去内面。你今日听到吗？你听到伊讲安怎？伊即爿袂讲话袂振动，根本就是一个外死人嘛。好不准你安尼讲，别出来。你本来就是一个外死人。快跑！你干什么？
你想听？不，你讲咩？不，你讲吧，你讲吧。林立川啊，我在你的生理场，奋斗，吃也一世人，到落尾，嘛是啥物拢无。你这么辛苦，敢有价值？不过，我嘛是爱多谢你，因为你拍拼，把我拍出这么大的江山啊！这是你欠我的，要我赚啦！我不但要把我的物件摕倒转来，而且还包括。包括彩云，我拜托你，你别再讲，别再刺激别川了，好不好？你别叫我，我若袂讲，伊永远都唔知伊欠我啥。阿碧川，你听清楚，第一，你来就是去要进钱。我是老董事长边头一个后人，甚至有迄个意思，要我做伊接班人。啊，若彩云，后面必须我做无？但是，自从你出现，所有一切都拢变了。老董事长无必要侮辱我，伫伊目睭内，无论我安怎做，安怎变。敢若有你，根本都不会存在。你就是因为安尼，唔只做周一企业，第二代接班人，我恨，我是足恨的。我想恨的是，你竟然夺走我最爱的，你哪会当把彩云转走？彩云是我的，你是我的。你的心若是不肯留，总是有真多理由做借口。你的人若是要走，目屎哭干也无效。天若有晴，天会流，只有将记忆挂在阮心头。如今清醒才明了，提醒的美丽。心若是不肯留，总是有真多理由做借口。你的人若是要走，目屎哭干也无效。天若有晴，天。